太好了，杰出华人青年，更是热心公益的流行音乐天后。来，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有请成都新力量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宣传大使张靓颖。同时呢，请我们的秘书长何亮颖来到台前的中间，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有请成都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青尚林为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大使张靓颖颁发聘书，掌声恭喜。有请我们官方摄影摄像老师为我们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谢谢，我们再次感谢秘书长，也请您回座。好，等一下，我们的形象大，我们的宣传大使还要等一下。来，接下来工作人员要为大家继续带来的是。有请我们公益宣传大使张靓颖为我们成都生活垃圾分类留下一个星光手印。好，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好的，邀请靓颖来按两个星光手印，要重一点啊，重重的按下去，并开着镜头，让我们留下这珍贵的画面。这一份星光手印印下去，代表的是作为宣传大使对于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份承诺与责任，代表的是对于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信心与支持。谢谢靓颖。大家一起分享好吗？掌声响起来。谢谢。靓颖好像好久没回成都了，我们到前面来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很感谢领导们的信任，然后也很荣幸可以为家乡的越来越美好出一份力，所以今天也是很开心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和大家共同进步吧，共同学习。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更多的美好就是要我们互相促进，所以今天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宣传大使，对，我觉得我在做宣传的同时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称谓放在我的身上也是一份监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我们互相监督，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说得真好，来，我们给宣传大使掌声。所以说作为我们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大使啊，你身上有责任有重担，我们也有一些要考验一下你，考一下我们的宣传大使到底对于成都生活垃圾分类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啊。首先呢，想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成都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共分哪几类呢？生活垃圾分成哪些类呢？今天的开场表演特别的用心。是的，看了就知道。对，看了就知道。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完全正确。这个功课了得啊。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作为成都妹儿啊，都很爱吃，都很喜欢我们四川的美食，比如说在吃了这个火锅呀、麻辣兔头之后，剩下的这些垃圾我们应该扔在哪一类垃圾桶里边呢？这个当然应该是厨余垃圾，正确。再来是难倒要你的哈。第三个问题，
等等，不至于。比如说，像作为这个歌手和艺人，经常要化妆。如果说你的这个化妆品的一些残留的物质，拿给你的工作人员，他们去扔垃圾的时候，应该是属于什么垃圾来处理呢？化妆品应该是有害垃圾。完全正确，满分100分。当然呢，我刚才说亮颖都很少回成都了，现在比较忙。我觉得最后的时间还是应该给大家，一个是送上一首歌，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另外呢，还是应该用家乡话跟我们家乡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跟大家聊一聊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家乡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亮颖。虽然最近比较少时间回来，但是只要有空还是想回家来待一下，所以说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抽空去吃一些好吃的小馆子啊，然后去比较舒服的地方，一些小公园溜达一下。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成都非常特殊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说，再忙碌再咋说呢？等就是安逸的时候要享受安逸，过点成都的小日子。好的，我们欢迎亮颖。接下来呢，亮颖要作为我们本次成都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大使，要为大家发出倡议。来，有请亮颖。是不是矮了点？我站出来了。哎，他出来乖。哎呀！大家好，我是张亮颖，今天很荣幸的成为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大使。作为一个成都人，在此我以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大使的身份向大家发出倡议，请大家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我也会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在成都推广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帮助更多市民简单清晰地掌握垃圾分类的技巧，跟大家一起实践并营造垃圾分类人人知晓、垃圾分类人人参与的社会新风尚。我相信今天的点滴付出将会为我们未来的环境带来新的改变。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让我们携手前行，做好垃圾分类，做时尚成都人，共创美丽成都。谢谢，感谢我们的宣传大使张亮颖作为新力量为我们发出了倡议。谢谢，相信在政府的带领下，在亮颖的引导下，让我们紧跟垃圾分类的潮流，做好垃圾分类，做时尚成都人，共创美丽成都。谢谢亮颖。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
梦在飞，翅膀累了不停歇，挥着手想着谁，回忆是我的眼帘，受了伤掉眼泪，你就出现在眼前，约定的都兑现，给我最美的画面。 Cause I believe, cause I believe, 每个呼吸都有意义，失去了太多，没有时间叹息，再迷惘也只是的力量，希望在亮影亮声亮影的带动之下，我们成都市的垃圾分类工作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落地。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活动呢，随着亮影的这声歌曲啊，也接近了尾声。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媒体和我们歌迷朋友的支持，也要感谢 FM102.6。同时呢，我们要邀请今天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上台合影，为今天的公益活动助力。来，有请大家。好美，张靓颖，我们一起喊吗？来，有请我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登台合影。我们一起在相应的位置上顺位合影。在中间嘛，我就出场一起站。好，好瘦啊！我也要上去啊！我很紧张，啥重？好的，我们现场各位朋友们。待会儿有大家共同进入合影的这个环节啊，我们在主题区域合影之后呢，稍后请我们的嘉宾背过来，在我们的这个巨幅海报前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集体合影。